们现在一样5000炮四洞全开，慢慢点点看。出来的瞬间跳一下。慢慢玩就好，不赶时间。你应该也有时候这样慢慢玩，玩到赢回来嘛？哦，还是没有？财神没有，财神太鸡掰了，垃圾财神不要玩，每次都咬死了。我投 ，auto 跳一下。出来的瞬间，看起来凉凉，不一样，跳不起来啊，这应该跳不起来啊，凉凉。哎，阿红，你帮我把那一个放平，那边在那边挡路。然后现在还可以换一个打法，就是只开这两个洞，有跳过的洞，没跳过的有时候就是真的都不跳。再点点看。我在玩的情况也是都这样，没关系，你先这边再看看再决定。因为我在玩的经验，有些洞真的亏10-20万，总共就是嘿都不跳，所以我后面我就会那个洞我就会放弃。啊！你怎么要 auto？ 不要慢慢点啊！拜托啦，来个1000多万的啦！中间看要不要就停一下，停一下再等那个慢慢点。我都觉得刚出来的时候比较会跳。对对对，中间真的是，刚才也都是几乎这样啊，一个好像是刚出来，一个是快进去的时候。拜托啊，大哥跳一下，看你俩一下子20000又咬光。那我觉得再换一下打法好了，换个打法。又要开了，好，2500降降看，如果嘿2500他再不跳就靠北了，已经降那么多了，先慢慢点点看，啊下一趟我们再 auto， 看会不会突然跳起啊。哦，换关换关，这一关没死过嘛，换关看会不会死一下。准备 auto 起来， auto 一下，自动瞄准，快点骂一下垃圾财神，垃圾财神要丢出去哦，再不跳丢出去哦，再不跳要那个咯，列入黑名单咯。好，再不跳不要不了了。出来了，跳起来，跳起来！我要丢棋子哦，想要吃棋子吗？丢了，丢了！棋子砸砸他，砸开水！干，不要那么垃圾好不好？准备要进去的时候跳起来，跳一下，快跳进去！第二趟了，第二趟比较有机会。我觉得第一趟都很难跳。第一趟好像都要跳就当场就跳了。对，如果没跳就是第二趟比较有机会，啊，再没跳就危险了。啊，老高，
都会跳，都是那关的最后一趟而已。哦，拜托第二趟跳一下。该跳了，弟弟在那边等你哦。干，这样下来也没跳。好，赶快跳前五啦！好，让开分哦。准备再开一下分了。恐怖的财神，富八，你要不要后退一点？因为这边会拍到我。哎，这个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玩了呢，已经都降下来了呢，降下来了，这样还不跳，太靠北了，至少要再补一下分数吧。从这里出来了，干，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玩了，慢慢点点点看好了。撒爆眼，真的很吐血哦！开这侪砖跳袂起来，太神奇了！老板，我先号码了。买啦，我刚刚四千个了。四千吗？因为五千炮，我觉得你跳起来的几率太低了。我怕有时候台子会锁死，都一条关跑，一条白跳。而且我上次的四千炮比五千炮还猛啊！哎呀，我四千炮1500万，五千炮才1000万，安尼就规矩掉四千炮就好啊。因为他要给你的话，不是说你调高炮数就会高倍数。而且看足侪变成哥拢安尼五千炮直走，跳一只烂的，搁加十几万，来搁跳一只烂的，搁加20万。这样输64万，跳跳都不好啊，都分色背数啊，都在吃去吃在分的啊，都在低消的，不就是差一点点暴击的，干你娘，你妈奇怪啊。干，我觉得可能要让他冷机一下。我刚刚想你这走走的，让冷机看看好啊。你看分数这样洗洗了会加，他们应该是里面会有那种判定，我现在洗多少啊，所以又开始要加，加到一个坎，他又那个，有时候是冷机一个就好，有当时打到没钱去领钱，还是去本所去打一个，就跳。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刚才有跑出来吗？再给抹茶表演，快点！没抓到下阿红，快点！阿红不要抓到，给抹茶表演。要赛！啊！我把大呀干掉！那个出来要怎么抓？是啊。对啊，我要骑着摩托车怎么抓？可惜。打后退啊！打后退。好呵。等下彩色的，我来抓一下。在稳钓的，在稳钓。对啊，这种还看得到呢。这么看得到呢？你也有升过这台哦。我是日本省的。你有日本省哦。哦，彩色的。彩色的。彩色的。我再当加灯锁一款。加灯锁。你升看麦。这台做歹老呢，拢爱老足久。
纯真 1.5 怪鸟两粒车两粒车你这个卡住那个帽子够水啦嘿那个够水那个不好看到哇这看起来应该加出少顿加不多啦嘿啊这只还好你看你的都拔对啊你开出多少拔呢对啊4BO 拔对啊老塞不落死再加十顿而已啊三十顿差不多差不多二十顿吗十顿复活哎呀这都加几加怪不落死有当时都会故意死去还又复活看加几顿三十吨，哎呀，哎呀，拢差不多安尼，十吨三十吨。真少。加嘛加九十吨好啊！哎，还唔够捞足少呢？捞足少啦！捞，搁还袂两百粒诶！对啦。看等下，搁会搁加袂？我多。魔物猎人，后壁一只好算。对一只。后壁一只，好侪人咧算。嘛是这魔物猎人。对，一只。一只我捌伫日本捞。哎，你中机票买到10万呢？哦，这多哦！一只我嘛是有捞过万的。哦，万的吼。系啊，都代表了万五安尼。对，还佫送一万。对。有外送。外送一万哦。嘿，足侪景点拢安尼啊！你啊万的，就佫送你一万。哦。红色的你走出来。看到开一下牌。我快打嘞。我是感觉开牌较好嘞，开牌较侪粒啊！你咧讲开，唔得快咧开无？系啊，讲总爱开，开牌200粒大机的。对啦。无一加灯锁那个，哦，跳起来，终于跳起来。哎，八大家，妈妈回鬼，没有开也是送20点，开了送40点，开一下，开一下。我从来没开过声音。对啊，你已经预三四次了哦，超过了，我每一次三回都没有开。拜托，开一下。哎，它的声音会有好处吗？还是开牌而已？开牌，因为这台改机的，开牌而已。哎呀，不是那种一般的就是有机会爆发。对。问号。打击。哎，所以你是这台昨天有漏到？昨天漏10只啊。哦，那你有想说再玩玩看？对啊。因为玉伟跟我说这一台有机会爆脸。哦。射音呢，玉伟？看会不会开？没开还是一样可以抽红包，凉凉啊！开了抽2包，要它旁边亮起来嘛？哈，要有那个，要有东西要旁边亮起来就开了。八包，凉凉的，就是问号，来个小意矛盾。Oh my god！ 没有，因为这台改机，所以不能看讯号，讯号都是假的。但我都没有射音中过，干你真的没有射音的命。Oh my god！ 没有射音的命，又不知道要几转开了。